我们要进行的是听对话猜台剧。那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听对话猜台剧啦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，三二一，第一题听好。长干嘛啦？你干嘛一直在这样鬼吼鬼叫啊？吵死了！鬼吼鬼叫了啦，吵死了！等一下，他为什么那么快？我的直觉只有这个哎、欸。再一次，可以了，可以再次。再次，我说再次了。长干嘛啦？你看干嘛一直在这样鬼吼鬼叫啊？吵死了！完蛋了，我觉得我写错了啦，故意选了一个比较难的片段，不然太简单了。我猜这个好啦，你猜什么啊？命中注定我爱你。我爱写双击版。命中注定我爱你。不是他，我听到社长。社长是谁啊？七全七啊。就是那个是谁讲的？来断肠人的声音。对。哎，你好强哦。我是听谁讲的？社长干嘛啦？你看干嘛一直在这样鬼吼鬼叫呢？吵死了！我觉得很像断肠的声音，我就写中级班。哦、oh, 哎，那你很强，有道理。加也加分，加也加分。哇，你们对我那么好、啊，我先为我后未来铺。嘉妮，我从小这么崇拜我哥，他怎么变得这种人渣啊？你啊，你也有病啊！嗯，就听到一堆那个，应该是一堆背景音乐。好，我写好。谁呀？好来了，应该一样哦。没有不一样，我乱猜。我应该也没看到这个。犀利人气，我是犀利人气，我是小镇的声音吗？对。哦，我写的是，我写的。啊！那个人渣，他在跟那个演员这么崇拜，什么旭业的旭？温瑞凡吧？不是，他是这种温瑞轩在跟他老公讲。对啊，他说我哥，你有病吗？他变成人渣。可是明显是小镇的声音，忘记他有演吸人气了。下一题，今天要好好加油哦！如果你赢的话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来了，就让你们瞧瞧我厉害！我已经杀那个片甲不留丝毫片，我还叫血溅足球场。太明显了，阿姨，花样少年少女，你呀，哎，是这个样还是我的？啊哦。A R 加油！如果你赢的话，对，请吃大餐。而且 A R 声音超明显的 ，A R 声音超明显，然后王东城声音也超明显，太好像方方宇了。片甲不留丝毫片，你会觉得很夸张？被西假扮成男生进去，应该优秀，就是为了想要看到国语权嘛。对，我还因为为了这部跟我爸吵架，因为你要看电视，因为那时候看股票，因为。我们那时候只能每个礼拜看首播嘛，那一次我忘记是考试考不好还是怎样，我爸不准我看，我就很难过还哭。然后我妈在旁边说：“哦，他那么想看，你就让他看一下嘛。”然后后来就一边哭一边看。下题，为什么我们老是要受父母亲的阴谋给左右？什么叫父母亲的阴谋啊？我看啊，根本就是你自己的阴谋。我哪有阴谋啊？那很像郑元畅的声音哎，哇，我讲出答案了啦。你确定？要再听一次吗？为什么我们老是要受父母亲的阴谋给左右啊？什么叫父母亲的阴谋啊？我看啊，根本就是你自己的阴谋。我知道那女生声音。我哪有阴谋啊？我知道那女生声音了啦。我是觉得男生的好熟悉哦。3、2、1，拜。我写我们与恶的距离。恶作剧之吻。我刚刚就要写恶作剧之吻，你说要确定哎。反正就是你姐姐是在帮你啦，结果帮到我。为什么我们老是要受父母亲的阴谋给左右？什么叫父母亲的阴谋啊？我看啊，根本就是你自己的阴谋。我哪有阴谋啊？那这部分是我觉得林依晨演的最好。林依晨很青涩的时候演的，然后还有徐伟宁哎，啊有，然后还有也有汪东城啊，汪东城也很多哎，汪东城也很多小配角，可他的主角就只有龙井一版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二，就是需要他这种很热情、夸张、很好笑。我们都只能演女二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可能连女二都演不到。不是，我可没有这样讲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自己发掘自己。好，下一题，我跟我的有钱人呢已经和好了，而且我正打算跟他交往，我们现在很默契。你不是跟人家决裂了吗？为了当少奶奶回去求人家。这个 OK 啊，这两个
原来，尤其是男生的声音原来那么好认哦。对，其实我是那个男生的声音，我只有看这一部，其他的我不知道他有演其他部吗？爱情魔法师。哦，哎，你帮我查。我要来自。你觉得什么？林道哥啊，跟陈乔恩啊，还有哪一部？王子变青蛙。青蛙？那是青蛙。我觉得你画的蛮好的。谢谢。我跟我的有钱人呢？有钱人。而且我正打算跟他交往，我们现在很满足，很满足。你不是跟人家举例了吗？为了当少奶奶，回去求人家。音效是对啊，有点大声。音效是失误吧？就是然后他失忆啊。他本来是善心好朋友。很多都是有钱人失忆耶，流星花园也有失忆，雪天使也失忆，就是八点档每一部都失忆。叫大家留言哪些不失忆？留言一下哪些有。